BMW 轿车准备左转，只见一旁机车骑士丝毫没有刹车，同样要转弯，双方发生碰撞，但警方到场才发现这伤者很眼熟。机车倒卧在地，零件散落，受伤的骑士就是王峰三百哥的陈姓男子。这回不开宾士车，改成无照骑车又酒驾，没想到与同样无照的 BMW 驾驶发生碰撞，造成颅内出血。院方诊断为头部颅内出血、腿部擦伤，令警方委托医院抽血，换算吐气酒精值达每公升0.815毫克。第一次跟我说加加满，加完之后跟我说我只做加300。新北市在地知名的加油三百哥，去年到加油站说要加满油后，却又改口说只加300元，遭大批网友挞伐，但三百哥争议持续爆。上个月才撞飞女外送员肇事逃逸，不到四天，三百哥又再因骑车车祸重伤，或是连连无照上路又酒驾，现在出院后还不知去向，被警方传唤多次都没到，警方也下最后通牒，再不到案，三百哥恐怕将被警方拘提。记者张伟子新闻想采访报道。